大众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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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再看节录的文字啊。尔时佛放眉间白毫相光，你知道那个决心，它根本就在你自信之中，本来常住，本来不动。而且不是跟你讲吗？它非种种身，也非种种心，它能现种种身，现种种心，现身现心，它都身心不动。我们现在感觉到一切身心。于身于心当前，你会发现你那个决心于如是你认为的身心之处，它也从来不动。这个东西不是佛门中都不是讲学，你肯回头去认，你将来就会真正在你心里面心性当中你能阐明。因为我一直说你本来就有何其自信，本自具足，你本来就有，当下就是，你却不知道，不肯回头。就算有人要回头，他是抓着回头说回头，那回头跟回头还是不断的增造作过去这种妄认感觉的习气。但回过来说，假如你没有想要回头，虽然刚开始回头时你可能有很多的造作，很多的这个还是过去的习气之中，用意想用意念说种种回头，说种种道理，但总有一天呢、你会知道那些道理都不是，因为没有如是前面的发心，你也不会有后面的明白。这就是我常说的譬喻，就像世间发明家一样，刚开始发明任何东西，它一定都是跌跌撞撞，摸不出这个头绪来。因为就是这样子发心，越摸不出头绪来，它却慢慢的不断的磨砺它的发心。突然有一天，或者摔一跤，或者头上撞一个东西，突然开悟了。知道怎么样发明，现在的发明绝对不是之前的懵懵懂懂跌跌撞撞，但是没有跌跌撞撞懵懵懂懂，那你也不会有后面的发明。只是师父告诉你，是我把道理跟你讲了，就是过去你看到一些祖师讲的那句话，意思就是免得你们走冤枉路嘛，你非要这样跌跌撞撞吗？你非要那样子懵懵懂懂吗？有很多道理当然是要靠你自己去摸，自己去体会，你才能懂的，将来那个懂得你才能务实。但也有一种人发了决定心以后，但听闻一句他当下就能现用，什么样的人？六祖就是。那你说那是祖师啊，跟我没有关系。你若是这样说，不但祖师跟你没有关系，佛性也跟你没有关系。虽然我们自己知道要谦卑，要懂得不是共高，但你要相信我有一颗心，将来我在我面对任何发心时，我一定能懂。虽然现在觉得的懂还在跌跌撞撞懵懵懂懂，但你绝对在懵懵懂懂时，你不会自己去委屈这念发心，不会去蔑视自己这念本来具足的心。将来这一生如是，你好好熏习，再来生如是好好学习，总有一天你那颗心被磨盈初时，你碰到什么你就能懂，你闻到一切你就能懂。为什么能如是？因为觉性就是如此，自信本自具足嘛。所以你看到佛性是根本不动的，但是呢，不动的佛性它却能够为你现出一切大觉的信用来。最初现出的那个大觉信用就是什么？就是眉间白毫相。什么叫眉间白毫相？眉在两目之间，两目是什么？就是诸佛两目。诸佛两目是什么？真假二谛，就是一切二谛。大觉一定能够顺一切感受，能够起成感受，但起成感受时，那是觉性之中从来非假的性真。什么叫非假？假不是说虚妄，假告诉你缘假缘起，它不是缘起的虚妄。
但是这个不是缘起的虚妄，当下它就是成就一切缘假呀，不能成就一切缘假，怎么叫觉呢？所以你将来要明白这个道理时，你在全部缘假，就是缘假在哪个区块，就是葛僚那个区块嘛，就是岭南人那个区块嘛，你就在那个地方去体会那么样过去强烈的世界，这么强烈的势力，这么大的缘假处，全假还不就是你性真所起吗？因为假根本不假，不知道假嘛，假根本它也不能假，能假的是因为真心随缘故叫做假，叫假缘。所以将来你会发现，你就全假，你已经体会什么叫真，但全真呢，你就会包容一切假。你在全假照真，却全真照假，叫眉间白毫相。那个白毫相就是入一切白法，入种种维系处，他能够现前出，就在觉性一定能够现出觉性来时，觉体一定能现出如实觉性来时，叫做看见佛放眉间白毫相光。但事实上这个觉体你是看不到的，你也不能够去指陈的，因为没有东西可以让你指陈觉体在哪里。但是于信用上面似乎就能够看到佛体的现前，叫佛放眉间白毫相光，照东方万八千世界。为什么叫照东方？照东方不是西方照东方，不是南方照东方，是觉心现前最初就是照东方。为什么叫照东方？因为你看到觉心现前最初就如同东方的大照初阳的升起。东方觉心非东西南北方，但是现前出时你就知道那就是最初觉心力的东方，叫照东方万八千土，叫东方世界。你听得懂吗？不是你在分别东西南北照东方，而是那个大觉起处，第一个你知道那个世间最初的初照，最初的升起，太觉阳的升起，那叫照东方。那个你当你看到干觉体时，你就似乎知道有个觉照在哪里。我们是从凡入圣，所以你永远看到是东方最初的觉照，你看的是东方。所以你在每一个感受上念念知道，是念念之间要知道什么，那就是根本觉心的东方的初照。因为哪个感觉不是它的初照？你以为感觉再强都是初照，初就是初中后的那个初，都是初照。但是这个初照呢，东方没有定方，哎，觉心现出东方来了，它就是念念随缘处，念念成就处，念念随缘，念念成就是往西而走，西方就是什么？就是成就处。所以西方叫金方，叫成就，西方也是秋收之时，是成就，西方也是万物将息之时，所以叫静业嘛。东方到东，中方往西走，它是必定的，种种信用就是如此。不但觉性的信用是如是，世间的作用也是如此啊。太阳一定从东方起来，一定往西方沉，因为信有如是信得故，世间就如是现如是作用故。但它有丁方定方吗？没有。你看到东方时它就是向西的成就，但你站在西方时你要明白，那就是东方的觉照念念过来。你能够在东西二方之中都知道觉体的信用，这个人才会懂得什么叫做西方极乐净业三福。这个人才在一切西方极乐净业之中，他能够体会供养的就是东方琉璃光如来，因为他看到就是觉阳。当你看到是觉阳，是一切感受就是成就处。所以为什么药师琉璃光经中说，你若是赤诚恳切念药师琉璃光如来名字，八大菩萨皆已西方。你要明白如是大照之时，八大菩萨就接引到成就处，接你圆满如是作用处。于东至西叫做取经，就是串一切经线，贯穿一切经线，就是取经。所以玄奘大师，昨天我们在西安里，玄奘大师他就是西天取经。我们念念之间心中也要学会西天取经啊。西就是念念看到你所有一切成就的毕竟处，也是一切过去因为看到是觉体的成就，所以就不是过去妄业的种种负累，所以叫净业处。
什么叫觉体成就？就不是妄业的负累。你看到感觉，你明白是觉体觉识，你当下就不是过去在感觉之中的负累沉闷。你已经是慢慢体会，不是将来你到什么程度，到全体都知道都是觉体，叫净业处。你真登到西方处。刚刚讲说东西二方没有定方，事实上必就是如此。你看到太阳从东方升起，从西方落下，当太阳从西方落下时，还有一方众生正见太阳从东方升起，你看到落下就是他人的升起，你看到升起处就是你要看他人看到的落下处，哪有定方？所以你看到成就处就知道是觉阳处，你看到觉阳处就知道必定能够成就处。这个人呢，才知道什么叫一心五方。从六祖坛经都讲南方，我也讲南行学院，行者就是在下心之中，下心是全心投入的修行，叫下。过去在那个南方的下是流转，将来呢还是如实面对它，但是你这个面对那个下已经不同那个下了。所以你们看到坛经之中不是讲岭南人，慧能也说我是南方人，在南方人后面又讲我是边方人，那个南方都是边方，过去你看到感受时那个南方都是边方，但是五祖后来叫慧能开始参学时，他说了一句话在坛经中， 你有记下来过吗？努力向南，就是面对南。所以祖师最后大弘化时，大化之时叫南华寺，还是南了。三下童子五十三参，天念念参那个难，就是你下心赤诚恳切下心。什么叫下心？就是念念赤诚恳切面对处，过去面对是流转，现在面对那个难就是回光，能够看到你的原来的本来面目圆心。所以看到圆心叫大愿。大愿在哪里？说南方世界永相云，你在南方逐一龛室供养地藏王菩萨，就是在你的下心之中，你看到你那个念念之间，在感受的云布处，你念念知道都是根本大觉体。所以逐一龛，龛怎么写？我不知道简体字怎么写，繁体字。所以我说繁体字有很多字理字象，你当下就看到佛法，祖先告诉你佛法在哪里。和一个龙，龙啊，飞天那个龙，和龙，龙者行云布雨处，就是感受遍布处，综合它就是逐一龛室。你看到就是圆心，而且在哪里说和？南方世界就是下行处，赤诚恳切处。所以出家人发的那个心一定念念难行。为什么念念难行？就在你的决心的根本处，也就是坛经告诉你的努力向南。你将来就在南中，你能够开出你的智慧华，叫南华，就叫南华。然后你这个向南是在哪里？说我这个南行念念努力向南，开出就是觉体南华时，将来必定看到就是你投往的就是西方的净业。所以向南处发愿投往西方，然后证得东方根本出名的大照。所以南华寺又叫什么？东山法门。就在如是大照中，你念念积累的就是你北方的大智，你懂得但用一心一向，但是你成就全行全德，这叫做五方佛，你才能真正知道五方佛。对对，你们要听不懂就缓慢点头啊，请缓，对不对？这来的声音真好，请缓慢点头。所以弥不周遍，决心就弥不周遍，哪一个不是决心线？哪个不是决心线？对吧？然后后面我是截录的，所以中间有些文字我就没讲。后面这句话谁问的？弥勒菩萨起疑心，佛放如是光明入如是三昧。为什么佛放如是光明？光明如是三昧？为什么这些当下是弥勒菩萨起疑？因为决心既然现用，现眉间白毫相光，现出的都是什么意识嘛，世心嘛。弥勒就是世心圆满处。
所以什么叫迷？能骗不处，不是上面讲吗？迷不周遍，那是这个迷。那弥勒迷也是骗不处嘛。乐呢？中间那个后面那个乐字啊，你有没有发现中国字，尤其是汉传佛教写的字，乐字啊不是没有意义。你看到字像没有意义，但你要看到古人为什么会有这个字，而且你生在中国，你在学习佛法时，在弥勒这个名字上，你念念懂得回光时，那弥勒的字体字像居然有意义。那个乐字怎么写？格力为乐。过去是你迷骗时是向下的力量，现在是回光的作用。你要向下，那个意识就如同弥勒坐在种种寺庙的门口，就是往外跳出门捆的芸芸众生。你要懂得回头进到寺庙来，看到你心性之中的那个清净时，你第一个先要礼敬弥勒，你第一个先要认识弥勒，就表示你第一个从头要在世心上从头去认。世心就是过去的感觉，那也是慧能告诉你的。葛僚与和尚身有不同，佛性有何不同？不是这些经文都是在一起的吗？它都是告诉你下手处吗？所以弥勒问，弥勒问谁？问文殊。弥勒表意是世心圆满，决心现前时他就立种种德，立种种相，世心圆满。世心要问谁？世心不能直接问觉，不能问大觉，因为你会发现心性就是如此。世心一定是问的什么？大觉所现的智用，所以他一定是问文殊。你将来要在哪里去找到觉体？你就在意识上面，但是这个意识上面绝对不是过去流转的力量，那是格力，那是弥勒，你已经供养弥勒。所以弥勒在哪里？兜率天，对吧？兜率天又叫什么知道吗？知足天，就是知心最圆满处。所以知足天中又分二愿，内愿外愿。你看错就是外愿，但是那个知足天的外愿还是想一切感受之中的繁华繁荣富贵，你看对的就是内愿，那就是内愿清净，就在那个天中能分内外，那个性德之中你就自然就分为内外。所以你已经知道是弥勒了，再也不是过去流转了。但这个弥勒是要问谁呢？他要问文殊啊。因为谁现意识呢？是觉心大觉体中随缘现象之时，现如是得时，那个智光的流出嘛，所以叫照东方万八千世界。这个东方你要讲得出来，就是智光最初流出处嘛。大智的智，从个知，下面从个日，那是文殊。将来你会发现在一切知心上面你可以知，但是每个知心上面不要忘记那个觉日，那就是智。你要忘记了觉日，那个知就是流转的种种众生业力。那你说这个话师父讲得很轻松，怎么参？就是我教你们的嘛，开始下手也是楞严经告诉你的，随举一根随举一尘，你现在不会懂的，但你就是发那个心，觉得者谁嘛？你就是先有移情，先懂得那个力量，先回来嘛。那个力量懂得回来，你看的还是意识，你懂得回来，你叫供养弥勒，那就好似你走进寺门，回头再看弥勒，你念念在上面参，就类似你走到寺门山门口时，你念念顶礼弥勒，你看了个格力，等你格力。因为都是决心嘛，你格力熟了你自然知道道理。现在跟你讲刚开始出参跟你讲尽道理，你不会体会那个味道的。但你要不参，你永远是凡夫，就是如此嘛。你参这个当下我们还在世间呢，但是你心中的种种福德信用都不一样了。你站在居家，家中的亲缘他都因为你有这种福德，他都能够随你染成如是智慧，将来你都叫做什么利益他们的。纵然今生他不能发，但你给他们的潜在意识这种氛围都是他将来的善根，将来的善种。你回报于父母都是将来在他生生世世不管将来投往任何世界永远突出情执妄想执着的如是德恨的，那是真报恩。
我常讲说，过去在世间的福德里面，一个人做皇帝了，你看看他家本来还没做皇帝的时候，可能就是穷山恶水，对吧？因为他家要是看起来就是会出皇帝的话，这边的小孩子大家都被杀了。估计没做皇帝穷山恶水，做了皇帝你再来看他，龙山龙脉。一个家里面，这是我常讲的譬喻啊，家里面那个父母啊，都是农夫，农夫农妇。可等到儿子做了宰相，三个月你再回来看他，老太夫人，面貌都变了。本来粗糙的皮肤变成润泽，你信吗？世间的福德尚且如此，何况你菩萨的发心不能利益你的亲缘，那是真理。世间的福德还在妄想里的，都能够改变无情的山水，何况你是菩萨的发心，你救度的是有情的亲缘。你发这个心是真报恩，你只要肯于回头，相信自己心中有十方诸佛本妙决心，有这一句话的人，愿意回头的人，叫真报佛恩，报四重恩，足大的，其他都不是。你就甘心回光，甚至于等一下到吃饭的时候，师父告诉你怎么吃饭，你就甘心念念体会的嘛，酸甜苦辣你就明明白白。你说明明白干嘛？我每天就这样明白。不是你每天就这样明白，是因为你吃饭的时候师父教你，你才这样明白。其他吃完饭放下碗，你又去明白别的了，你的那个明白就流转，所以你怎么明白你都感觉不出味道来。唯有修行人嘛，出家人表示什么？他就是专心学习嘛，他不是吃饭如是明白嘛，平常所有的一切举动嘛，起心动念，所有一些行为，他都要知道明白的谁。总有一天打破无始劫来的七统啊，那就不是那个。所以你现在因为天天只是偶尔跟着我吃饭，叫你明白，你当然说那我要每天明白干嘛？因为你没有发究竟心，你还是在明白过去的感觉，你当然不会明白。但是我已经为你告诉你佛门中要这样子下手，你要是能够学到一点，你现在不肯明白，将来生中可能都是你的善根，将来生中若是能够激发你的善根，就不辜负今天生俗这一场啊，就不辜负我老衲跑那么远来，对吧？不辜负我，现在都好渴，对吧？想要喝水。所以眉间光明照于东方，万八千土皆如金色。眉间光明照都如金色，什么叫金色？金性是不坏的。金不会坏的，历劫也不会坏，让它烧燃它也不会损失一毫。但金性还有一个，就是你给它什么容器，它烧燃以后它就会变成种种容器中的现象。决心亦是如此，历劫不坏，你给它什么样的容器它就做什么样的感觉。你将来看到一切世界就是如是金色，就是如是绝色，绝无二色。所以呢，常拿金作绝，所以将来佛国净土，因为觉性必定能成就世间故，世间唯一的那个性就是金，所以圣人入世，金性常恒，那个世间的器用常在，对吧？所以世间的种种宝贝，这些贵物品，贵重的物品，随圣人现或善人现，或者是有福的人现，它自然涌出。因为心性就具足这个嘛，当然涌出嘛，就是金性。所以世间有如是金性，心中有如是觉性，就是如此。所以叫做皆如金色，就你已经知道那个不坏，你已经知道那个随缘，金性的随缘叫皆如金色。从阿鼻喻上至有顶，诸世界中六道众生生死所去善恶业缘受报好丑于此悉见，这是弥勒菩萨的偈子。佛子文殊愿觉众疑，因为师父是截录的，中间一大堆我没截录，因为不必要截录的话，师父念，你们又不念，我会很累啊。但是你要读过《法华经》的，师父随举这一句，你就知道他在讲什么。觉性就是现嘛，甚至于阿鼻地狱都现，不是告诉你佛的无量艺术三昧吗？你是觉性本来在你心体中无量艺术三昧吗？你还怀疑现到最末梢不是觉吗？你不知道那就是
根本世尊的无量艺术三昧吗？也就是慧能讲的葛辽生与和尚虽有别，佛性有何不同吗？那刚好在车上的时候，真清跟我说，你们这边读法华经，还有我突然想到提一些啊，让你们了解一下下面师父在讲说我要讲的那些文句，或许你会更懂啊，不然你根本不知道我要跟你们讲什么。就是精进不坏，世尊何故放肆光明，谁能说？就是这个智慧中能说吗？那智慧中跟谁说？智慧中要跟弥勒说，所以文殊跟弥勒说，弥勒要问文殊。这个你以为在读故事吗？你将来就是在意识上面，你已经不是过去的作用吗？你天天要体会什么？就是大觉的智用，就仿佛弥勒问文殊，因为你在体会大觉的智用，所以仿佛大觉的智用在回答你如是现前的事情事因意识的作用。然后如是的弥勒问文殊，文殊答弥勒，将来你就会看到那个觉体，因为觉体无形无常，你在于智于事清楚时，于事于智清楚时，你就明白觉体。这是《法华经》第一卷第一品，它就让你明白，是谁给你讲故事？你要明白觉体，后面你才知道为什么诸佛以一大事因缘故出现于世，诸佛为众生开示悟入佛之之见故出现于世，就是这样的开示悟入的。那你说我要怎么样在意识上问大智，大智上怎么样问意识？因为你念念参那个决心，你念念在决心上体会，也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相信自己有诸佛根本的觉明本妙庄严，于是乎在一个行为上，就在意识上面，你已经懂得回光。回光的意思就是参那些智慧，那智慧就告诉你现在对不对，就是如是。所以智慧告诉你对不对，就好像智慧在教授意识。所以说八百弟子中有一弟子名字叫求明，求明是谁？就是弥勒嘛，对吧？这个法华经读过就知道，为什么他弟子中是弥勒？因为就是大智在教授的，但是过去教授时意识现前都是什么？求明嘛，再黑说黑，再白说白，不是意识吗？性就叫求明嘛，又叫好游足性。意识现前不就是在种种差别之中，差别叫族啊，族类啊，各种类别之中啊，那个性就是一个女一个身啊，随种种缘起立种种名字吗？你的意识不就是过去就是这样，好游族性又叫求名，但是求名跟好游族性你知道隔离时，不就是你的唯识的世心三昧吗？你看错了，就是好游足性，就是从此以后出去庙口的芸芸众生嘛，寺院外面的芸芸众生。你回来时就是这个好游足性跟这个求名，不就是你那个本来自性之中本来常在的称性的本来的性中的作用吗？所以它叫大度能容，常现笑容。因为开口即是，看错了就浪。回来的还是他，你要回头最初认识他的话，你心中也有喜悦，那都是笑容，那个喜悦就不是着相的喜悦。所以文殊菩萨跟他讲，这里很重要，你就告诉你就是不是故事。文殊在讲这个讲告诉弥勒时，假如过去无量无边不可思议阿僧祇劫尔时有佛，号日月灯明如来。这给你讲故事吗？不是吗？他就知道是你在参这个觉体时，你在哪里参。我不想说那个觉体你根本看不到吗？无形无状吗？但你知道在意识之中就有如是觉体，就有如是觉用啊，所以念念在那边参呢、啊。你念念参时就仿佛大智文殊在念念在教授于你啊，但是教授你于你时，你还是要认如是本，你才知道如是大智的教授啊。那个本是什么？大觉心体，它最初现前时就是三光，日光月光灯光。什么叫日光月光灯光？日光表大觉心体必定的片照，大照叫日光。就在大照时，你就会发现我们就随觉心的觉照，就马上就好像就能够随缘，
那个随缘叫随照，随照就是月光。所以月光自己啊，月亮它自己不会发光，都是借日太阳的光。晚上你看到那个光，虽然叫破暗，但是它根本就是太阳的光，月亮没有光。但你在暧昧之中，你看到是月光，它是随照。然后呢，在随照当前呢，于是乎你就会感觉到，在每一个感受当下，你就在每个感受当下说种种感觉，说种种作用，你就是所有的都是随感受的光在说种种现象。那个叫灯光，灯光叫什么光？气光。日月是本体，气是众生现在流转处，气用现前，气光。你要体会你的觉体吗？你要知道什么叫无量一处三昧吗？你要懂得日月灯三光，叫日月灯明如来。你要明明白白看那个觉体的如是法、如是性、如是现、如是来。这里顺便插一句，师父没有把它揭露下来。那为什么药王菩萨燃身，他面对的是日月净明德如来，就不讲灯了，日月净明德。那为什么燃身？为什么燃臂？性中的作用，你不要以为是故事，你没事自己去燃个臂、燃个身，对吧？自己倒霉，那个叫痴也。那是性用如此，但是现在文殊要你去最初体会世尊的无量益处，最初体会你的大觉的性用处，你就要体会日月灯明。你念念看到感受之时，你就在每个感受知道它就是觉体的大照，所以它能够随缘现出如是感受，就是月光。所以现在我就在种种气用上面说种种知是灯光。当你明白这三光之时，你就从现在的气光体会根本的随照，然后在随照中直下体会的就是你那个大照三光圆明，就是如来。所以他讲，过去有佛号日月灯明如来，尔时那次复有佛亦名日月灯明，次复有佛亦名日月灯明，如是二万佛皆同一字号日月灯明。你看我那个，你以为《法华经》跟你讲故事，都讲这种赘语。你要是你把当故事看，这就是赘语嘛，讲它干嘛？好像比你就会怀疑过去的这个诸佛讲故事好像都不会编，是吧？讲那么累赘干嘛？次复有佛，一名日月灯明。再说次复有佛，一名日月灯明，这是体相用，你都要知道日月灯明。你要不参觉心啊，这些文字你都参不出来，他在告诉你什么？你要念念不在觉体上参，这些文字你根本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体相用都是日月灯明，你要在上面参。如是二万佛，二万佛就是二谛，万者万德。如是二万佛，皆名日月灯明，皆同一字，号日月灯明，又同一性，性婆罗堕。这个你们读《法华经》读了吧？这个日月灯明就叫婆罗堕，同一性。为什么？这个日月灯明入世之时才有性嘛，才有一个女字旁的性嘛，入世。但是你要永远担当入世就是你的本体，但你更要清楚，本体就是入世。这里面已经是什么？弥勒问文殊，文殊答弥勒，就是如此嘛，叫婆罗堕。那中国祖师易经你不能随便改的，婆罗堕叫利根，利益的利，根气的根，但字相呢，婆这叫偏婆，偏了，所以叫皮，你就抓到皮了。罗呢，王卜，决心现前时就好像就会偏，所以到了那个性从女了就会偏，然后堕了水土，这三个字合在一起，一个是偏颇，一个是偏颇上面只是你抓的是皮毛，感受最皮毛，那又在那边网捕捉那个网捕叫罗织，你又随着那个尘埃，那个感觉，居然它是让你体会日月灯明，那为什么叫立根？你懂了吧？就是如是偏颇。就是如是罗织，就是如是随着尘埃，你才叫做懂得六根嘛，你才叫立根嘛，
立一切现在的作用，于根于尘。你明白根时就明白尘，你明白尘处就明白根。你为什么能够知根知尘？因为你念念之间都明白日月灯明佛。你念念都在参日月灯明佛，都叫婆罗多，对吧？其罪过佛为出家时有八王子：一名有义，二名善义，三名无量义，四名宝义，五名增义，六名除疑义，七名想义，八名法义。八王子就是八士，就是八士嘛。一名有义，在眼叫有，开始见色就有，即有。二名善义，善者能也，闻声是性能，所以常用闻声去做观照嘛。三名无量义，鼻中闻香是无量啊，它能够摄一切，是无量啊。四名宝义，宝义就是它能够眠味，它能够出种种味，就宝义。五名增义，增名就是牲畜，牲畜就是增义。六名除疑义，就是义，意识就是让你起，你明白意识就是除疑，你看错了意识流浪，将来你会发现那就是除疑，你将来在哪里下手？不是还是借意下手的吗？你能离开意吗？出意。八名想意，想意用错了就是没落，啪就到后面。你看对了就是回来，就是导引。什么叫回来？你明白就是信用，帮你做导引。想意。七名想意，八名法意，法意就是阿赖耶，就是无来藏。如是八字皆什么？皆是师妙光，就是师文殊。就是讲这个八字，他才是跟谁讲？跟弥勒说嘛，就是跟弥勒说。那跟弥勒说是跟谁说？就是在你意识上你去参呢、啊。那现在所有的八字像，你要明白那日月灯明说，那个日月灯明最后就是入世时，入世叫婆罗多。虽然现出是立根，立种种根，但是立根之时好像在尘，在尘，在尘在尘时就有如是八字像。但这个八字要看到父亲出家最后成佛。什么叫出家？虽然现如是相，但不堕如是尘，叫出家。所以叫最后佛。你的决心到最后时，就仿佛他能现成，但他根本也是觉。你在参这念决心时，就仿佛你是在决心在意感上参，但他就是回来，叫最后佛。为什么叫最后佛？你体内那个，你在去观如是佛体时，你体会的是佛体的根本，但不是你只到根本就好了。于是根本之中，它还会入你，让你懂得如是法叫做相，然后法时能够现，能够带你入如是用，那叫用。所以你当你体会是日月灯明时，它就次复有佛，次复有佛，如是二万佛皆同一字，号日月灯明，就是告诉你就这样开显。这是心性。就是如此，所以他有八字啊。闻复出家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你要不知道这个佛，虽然在尘，在禅，但你要不知道决心，虽然现在禅，但他从来非禅。但你要知道决心，他就是根本出禅，叫闻复出家。但要闻复出家，于是这八字，八士就跟着出家了嘛，就跟着修行，叫犯恨了嘛。什么叫犯恨？中国字写的多好，临凡为犯，过去凡情你一样如是见，你反而担当一切凡情的灵力处。过去在凡情灵力你叫流浪，现在担当凡情的灵力处就是犯恨。所以早就告诉你，你能够离开一相，离开一法吗？你能够离开现在心中的念头参你的清净吗？绝无是处。那为什么不能离开？本性如此嘛，只是叫你见性，谁叫你离开呢？你不见性就是流浪嘛，你要见性，感受现前处，葛僚就是佛嘛。你只要知道是佛，就不是葛僚。你要听清楚啊，我说葛僚是佛，不是现在狂妄的人抓着现前的恶业说这也是修行，胡扯。你要是真知道修行时，虽然看到是感受最末梢，但你绝对不会堕在感受最末梢时还随其流转随其造作。但有造作就是楞严经讲的，但求削离求淬你都足不能离地，但食世间哪怕是一颗米，你就是受地上业力。
你心中是能明白的吗？镜子现黑之时现极黑，镜子也从来不是黑啊，它也没有造作黑啊，可是你有唯有一点造作时，你一定背离境体。但有造作就是背离啊，谁跟你说可以做？那是胡扯，那个是于心于性根本不明白。那很多人都认为说那样做，哎呦有正有什么，有这个正量，他才敢。大觉心体没有敢不敢，敢与不敢都是觉，他何必他才敢呢？他要知道敢与不敢都是觉时，他就不会躲在敢中造作嘛。敢与不敢都是觉，听清楚，你懂得那个婆罗堕时，你懂得日月灯明时，敢与不敢都是觉。是完全跳出站在如是大明中，只要是站在觉体的大明中，就不是红尘之中的妄想跟造作，因为它不是他的妄想造作，所以你才能够讲清楚如是业力它有什么相。所以你反而反过来就会知道什么法该做，什么法不该做，什么法该做，什么法不该做，表示他什么法都知道，但是却在现前时他就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该做要与觉性相应，不该做是背离觉体，暗昧觉性，暗障于觉，不但暗障己觉，还惑人暗障，惑人诱惑别人，从此以后背离觉体，这种罪如同是断人佛性，那是非常可怕的，那非常可怕的。所以文佛出家常修梵恨皆为法师，你要知道那个觉体它根本在禅，日月灯明最后佛，就是你看到最后感受现前时你也知道是佛了，那就是日月灯明了，但它明明你看到是感受，但你知道它就是觉体，所以这里面就回光了，这叫出家。然后你所有的意识也就出来了，然后你再看一些感受呢，就不是感受，叫做修梵恨，就是修梵恨了。皆为法师，什么叫法师？以法为师，师之以法，以如是法为师，师之以法，以于千万佛所知诸善本。千万佛所，你不要听到这个文句就有的人说他过去因为礼敬过三世千万诸佛，所以他成佛，所以我们心里想连我佛都看不到，我在哪里去礼三世无量诸佛。你要敢于在每个感受上面都知道他是觉体，你念念礼敬那个觉体，念念不离那个觉体，你就是礼敬三世一切诸佛的人。你能如是礼敬，就是礼敬三世诸佛的人。你在感受的强烈处，你已经不是过去的流转，你已经懂得回头，但是懂得回头还是在造作中，造作之中仿佛才有回头相，连这个回头你都知道是造作， 连这个回头你都知道它就是觉体，你还要礼敬它。这个回头你都理尽，何况你在感受之中你还流转，啊，这种作用就是你心熟了就会有这种作用，这种作用就是谁呢？常不清。你会发现你就有个性德，你看到他就知道，尔等皆当作佛。那你在看到感受，你还是抓的是感受吗？不是嘛，感受叫众生嘛。你念念之间已经知道他就是觉，为什么你念念之间知道了？因为你供养日月灯明佛，不是吗？你念念之间都知道是觉，这个叫什么？为一切众生受记作佛。你知道为什么叫成佛的法华了吗？那古人说成佛的法华讲假的，古人是在心中参，我们现在我薄地凡夫，只是学一点点念念，只是关心，在文字之中就发现有不同的层面的导引，何况古人是真正照料此心的人，这里面才会看得出每个文字之中它透出的就是法华玄义，成佛的玄义。他给你讲故事吗？全部都是心中的作用啊。所以执诸善本，那个善本就是性能，他一念念看到性能，看到根本，执诸善本，那个能就是慧能，那就是慧能的能，那是从头再立慧能那个能。所以下面尔时世尊从三昧安详而起，告舍利佛。所以第二品你会发现是弥勒问文殊，哎，问到最后没有消息了，佛出定了，但是他告诉的是舍利佛。这里面你看到那个心体的现象了吗？
你念念参的，你要怎么知道你的佛性？就是你的意识问你的大智，大智问意识。要是这两个你都清楚是，每天在这边参，你已经就看到化佛出世出定了，就好像觉醒就明明白白了，出三昧。但是化佛出定时，他是跟谁讲的？跟现前你已经老老实实如理如仪念念在上面，不断反光，不断的反观，不断的回头，那个叫身子，那个叫最初的声闻大智，那叫舍利佛。所以佛出三昧时一定跟谁说？跟你自信舍利佛说。为什么有那个舍利佛？因为前面弥勒问文殊，文殊问弥勒，你都清楚了，所以现在就开始起行，一定不离身相，叫身子，跟舍利佛说。所以第二品现前就告诉你，绝对不断灭 一切行一故，一定看到你明白道理处。他要真正开始参时，就是舍利佛说，你已经明白什么叫日月灯明了。你也知道，就是你意识上回头照见大智，大智回头教授意识，你就可以老老实实就在这个上面开始起行。但这个上面起行再也不是愚痴，叫大智舍利佛，叫身子，就看到你的身根行为了。诸佛智慧甚深无量，其智慧门难解难入，一切声闻必知佛所不能知。现在知道为什么讲这句话了，不是讲来恐吓你的吗？它就不是你的意念所想的吗？就不是用你的意识所情想中的吗？你要不是一切众生的意想分别的，你要是愿意在看住你的意想分别时，就是视心问文殊时，你就不是意识的意想分别，那就是下手处。连声闻必知佛都不能知，声闻就是取境，能够在感受之中知道一个清净的心，它从来不是感受。你要回家时啊，在感受里面跟你讲觉体，虽然你参的是日月灯明，但最初明白的那个觉体就是什么？你好像就从感受中处理了，你站在那个日月灯明的最初清净，但是站在那个清净时，其实还是法智嘛。但有的人就在这边认为清净了，就住在这边，原来都是虚妄，都是清净，就住在这边了，这叫化尘，这就是化尘。但有住着你就难舍，因为都清净了嘛，都是虚妄。你说要出来度众生，虚妄啊，我怎么度？要出来度一些感觉，虚妄我度什么了？都虚妄啊，我已经照见虚妄了，所以叫骄牙，叫败种。他不知道那个虚妄，那个虚妄也是觉，觉心也能明白虚妄啊，所以他就不是大圣佛法。你看他汉传佛讲佛法。当下教授就是你最初就在众生界中直指众生界，你将来开悟之时也不离那个葛僚，就明白一切众生界。所以那个真的就不是一切声闻必知佛。必知佛是什么？必法也。你要明白清净时，还有一种智慧就是他知道清净了，所以他在一切支脉十二因缘支脉他都知道，原来都是觉。刚开始声闻是知道都清净，再增智慧就是他在一切觉知之中知道支脉，叫必知。必者叫明也，明明白白；必者叫分清楚，叫必，也叫辟啊，必知佛。那这个已经是类似于觉了，已经把觉心已经讲出来，所以方便称佛，但还在声闻，叫必知佛。将来于如是境，他能如一切缘，即一切缘就即一切清净。从急而照，由照而急，那慢慢熟悉，那心性智慧越来越大显时，叫菩萨道。但是这三个其实就是一个觉体嘛，你回头时就仿佛就发现你就会这样子不断的三个增上嘛。所以佛才说本来一佛圣，我方便说为三嘛。法华经不是这样讲吗？我不是他方便说，你回头也是方便说三嘛。但你要知道是一佛身，圣现三都是一个觉体的，所以你知道是一觉身时，你知道那个道理时，你就算从声闻圣必知佛圣，你都不叫做错误，你都没有过失。你不知道时，你有可能就在一个地方住着啊。是法不可视，言辞相即灭，诸于众生类，无有能得解。这个法是不可以视的，你在哪里看到这个法？你看到都是感受，我不是想说觉体现前就是感受吗？你能拿感受来量感受吗？大海之中所现的水，你能拿一滴水来量大海吗？
你只要知道每一滴都是海，你要明白海性就是了嘛。谁叫你来量它？所以事法不可视，言辞像几面，都不是现在你言辞所说的。诸于众生类，就一切感受类，一切感受现前，无有能得解。你不是在它上面解的，不是在它上面解，就是你不能抓着它说是佛，不是。但你不能离开它去觅佛吧？佛法在世间，当从世间觉。你不能离开它觅佛吧？你能抓着净色说是净什么？不是。它不能，它不是净体，它根本解释不出净体。但你离开净色去找净体吗？法华经还没讲到下面来，才在第二页了。你们有熟读法华经的，将来再好好看看。他是讲故事吧？不是啊，他在帮你谱出的是你一张信中的图腾，他是图腾，他帮你照现的是你念念之间懂得下手的方向。你能看得到，你就绝对相信成佛的法华。为什么？因为你在文字之中，你所体会的，你所领悟的，就是念念之间老实归家的方便啊。大众请合掌，愿以此功德，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普及于一切弟子与众生，弟子与众生皆共成佛道，皆共成佛道。阿弥陀佛，阿弥陀佛。